道不一样。哇，这个。那个怎么了？那个你一直给他转转转，你为什么一直给他转转转？我要把它用紧。哦。你看很紧了。是啊。嗯。很紧啊。对呀。才不会掉下去，因为要用很紧。哦，你这样子很紧。你这个雨伞很漂亮哎。嗯。你在那个伞下面哇，都是很漂亮的紫色。嗯。哦。欸、你有看过土水锅吗？土水锅是什么？这是很久很久以前。对。我们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只有恐龙，这里是恐龙时代，然后我们变猴子，然后还没出现。我们变猴子哦，这样呼呼呼呼呼呼这样哦、嗯。为什么我会变猴子？因为怎么你不是变成蟑螂？因为有恐龙，所以我们变成猴子啊、哦。嗯。然后呢？这是妈妈跟我讲的。哦，妈妈什么时候跟你讲的？很久啊。很久，还是老师跟你讲的？哈哈。嗯，你看你的雨伞上面有小水珠哎，有一粒一粒小颗的小水珠，你在表演转雨伞。嗯。啊，怎么撞到你自己的头啊？